Absolute Pitch 淨係睇呢樣樣係冇意思。Absolute Pitch 如果能夠幫到你記一首歌，幫到你欣賞一首歌，咁就唔同啦。請問點？請問點解你會慢落嚟咧？你喺拉呢個第六行第一第六行第一小節最尾個音個 C， 點解你會慢咗落嚟咧？點解你會？你係你諗緊乜嘢咧？乜嘢令你慢落嚟咧？聽緊準唔準？但係好似唔係，但係我想問一下你，你支弓，我支弓唔使慢落嚟去聽準唔準㗎？你一拉嗰下，你已經我係個唔準啊！你唔就算講唔出佢係高咗定低咗，但係好試下唔好干擾佢，唔好干擾啲手指。呢個係落咯，低係啦。嗱，你又干擾佢啦，你要干擾佢啦，又冇特別嘅嘢啫。好。係下一行 ，good 啱啊！唔係你本來個係喎 A flat 啊 ，A flat 啊 ，A flat 係睇先，你話我聽一手指嗰個咩音？尾三嗰行，尾三小節。尾三嗰行，尾三小節，一手指係 A 音。你應該話俾我聽 natural， 咁係會 natural 喎。係啊，升咗。你唔知係 natural 咁樣啦？你咪見到個，等先，你見到個符號就要講埋 natural 噶啦。好，得啦啦。所以你應該一二已經黐埋噶啦。我拉完，我由前面一，你望下份譜，前一個小指係一空弦，一落去第三個音嘅時候，我已經排好曬隊啦。當然呢個排好曬隊係你要睇譜睇得快，你見到後面嗰個 A 音，咦好奇怪，有個符號嘅喎，有個 natural 嘅符號喎。試下由前一個小指 mi re do e。係，但係即係你都唔係拉緊個音，你記而家啱啦。頭先你拉咗咩音？頭先係啊，頭先嗰啲又跌咗落去，好嘛？係啦，你拉咗空弦喎，唔得，冷靜啲先。嗱，我想問下，嗱，其實咧，我想問你會唔會唔認得呢一個係空弦啊？係啦，咁即係你會認到呢個係空弦啦。咁呢個空弦嘅話，會係咩音咧？呢個係 G 音。我想你係啱，我想你咧一聽到呢啲音嘅時候咧，你即刻腦裏邊有個五線譜。呢個音叫你寫五線譜，你寫唔寫得到？個樣係點嘅？幾多條線以下嘅？幾多條線以下？一條線，兩條線。係啦，咁你睇下呢份，你睇下呢個位置又唔同，又得一條線。冇可能啊，差好遠喎、啊！我都唔知點解。我前一個呢個就係 G， 你睇下幾遠？你要揾啲方法咧，令呢兩個就咁睇落去好似冇乜特別，因為你當佢好似好刺眼，你唔會係將兩樣嘢撈亂嘅。即係等於咧，我唔知啊，有冇相似啊？你見到啲韓國明星啲嗰啲咩男團女團啊？你中意嘅話咧，你會覺得咦呢個同嗰個係完全唔同，但係你外人睇咧，個個都一樣樣嘅。黐夠埋啊！你根本都冇黐埋，唔係唔夠埋。有我呢樣黐埋。唱一次啲由呢個空弦唱呢、這個。嗱，當佢冇 flat 先啦。如果呢三個音冇 flat 嘅話，佢係一個D minor chord 啦。
Re Fa， 如果冇，你就唱一個 D minor chord 俾我聽 ，La Re Re Fa 個 A 音。A 音係咩 ？La 咯。La Re Fa Re。我希望咧，唔係我希我點解咁樣問你咧？我希望你唱到個音準，個名係唔重要噶。你話咩名啊？咁樣你中意咩名都得，但我想你唱啱嘅有 La Da。Re Fa La， 你唱緊高，你唱咗高一個高半高咗半音 Re Fa La。No， 你唱咗個 B flat 其實，但係 Re Fa La 呢個就係 A 呢個就係 D minor chord Re Fa La。但我想問下你，你睇下副份譜，而家嗰個係咩音啊 ？A flat。啱啦，咁你可唔可以？我而家俾曬提示你啦 ，Re Fa La 呢個啦要低半度，咁你成個唱。Re Fa 唱嗰個 A flat， 啦啦啦啦，唱個啦 Re Fa 啦。等陣先，你而家唱緊咪就係我講嗰個 D minor chord， 你都冇低到，係咩 ？Re Fa 啦啦，遲啲啦。我希望咧，又係啦，睇緊呢條片嘅朋友，就係因為咧，你心裏邊冇呢個音，就係因為你心裏邊冇呢個音咧，所以你先拉唔準喎。嗯，係咪因為你唱唔到啊？唔係，你如果唱到呢個高嘅 A 高半度嘅 A natural Re Fa La， 有咩理由唱低半度你唱唔到咧 ？Re Fa， 一係就。你頭先 refer 啦，一係高過高高咗啦，一係 refer 啦，又唔知 refer 啦啦啦啦 refer 啦，咁你而家四下拉，唔係 refer 呢度，唔係你嘅功法跟住佢落，然後兩個，你咪準咯，咪準咯，嗱，要諗多嘅嘢，乜嘢話？諗手指，再諗音。唔係，梗唔係，絕對唔係。我唔，你應該係有個音先，然後先手指。其實手指冇得諗噶，你都話啦，我哋一百位見都好熟，無論佢有 flat 個 A 音有 flat 好冇 flat 好，我哋自動知係用四手指噶啦，一係用空而家四手指噶啦。你認到呢個音呢、這個樣，四手指。好。OK， 我想你而家一樣啦 ，Re Fa La， 我想你唱多一個音。譜上面加跟住嗰個音係 D 啦，我想你唱 Re Fa La， 第 La， 跟住係一個 D 嚟嘅高音嘅 D Re Fa La， 跟唱試一唱。個提我俾埋個提示你啊，個提示就係第一個音都係已經係 D 啦，咁你第四個音又係 D， 咁你諗啲方法利用第一個音，第一個音你唱得最叫 Re Fa La Re。Re Fa La Re Do OK， 我想我 OK， 我又再我再第二啲方法，我試好多方法，唔好唱譜上面嘢。Re 唱呢個音先啦 ，Re 高過八度，高打聲啦，你唱到啊，勇噶，低少少，冇咁高嘅，低得太多，再嚟多次低音 Re。Re， 唔係差好遠啊！而家 Re，good， 高一個八度，高一個八度，邊有咁高啊 ？Re，Re，Re， 唔啱你，你而家唔止八度，你高過一，你去咗個。去咗 E flat 度啦，你高咗半度啦。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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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系啦 ，re re。咁而家只系中間有呢啲音干擾咗。Re fa la re re fa la re， 唔係 OK。你個 A flat 你要唱正個 A flat。Re fa la re re fa la。而家試下拉，其實係七十分到嘅咋，不過試下拉，分工拉呢四個音。
以前咧考級試咧一定要考 oral 噶，我唔知道佢哋會唔會問呢個 interval， 但係呢個 interval 我成日都問學生。呢個咩 interval？ 咦？頭先嗰個係三度。梗唔係啦，你由個嗱開始唱，嗱唱到個 re 有幾多個音啊？你試下唱啦，嗱跟住咧，啦跟住咧，啦嗦，梗唔係啦，啦 t， 啦 t， 跟住咧，唔得，啦 t， 放低琴啦，放低琴，啦 t， 跟住咧 ，t 到 re mi， 點解你要唱 mi 咧？唱到 re 啫嘛，啦 t 到 re 咁有幾多度啊？四度。係，咁你話我聽呢個係乜四度？這個是小三定不是小四度，因為有沒有，等一下，第一件事沒有小四度的，四度呢得 perfect fourth， 怎樣是一個 perfect fourth 呢？正常的四度你當正常，我不知道，不肯定中文是什麼了，完全四度我不知道，就是一個 scale， 一個 major scale 裏面的第四個音，第一個音去到第四個音，這個就是一個 perfect fourth， 即是譬如一定要識，譬如 C major C 大調的話， Do Re Mi Fa 我們知道，那這個 Do 和這個 Fa 呢就是一個 perfect fourth， 不是譜上面現在我們這個。舉另一個例，等我先說先，是的， C major C 去到 F 就是 perfect fourth。OK， 我用另一個例子，如果 A flat major， A flat 開始， A flat 開始的 perfect fourth， 告訴我聽是什麼音？請小心答。這個是 D， 不是，不是 D， 不是。你話我聽，如果 perfect fourth 係咩音？唔係 A flat major 有幾多個 flat？ 有幾多有個 key signature 有幾多個 flat 噶 ？A flat major 係啦。A flat major 呢個 A 跟住 E。太慢啦，太慢啦。A 我講埋俾你聽 ，A flat major 係有四個 flat， 邊四個 flat 啊？又請你講下。A 唔係你順住，第一個 flat 係咩 flat 咧？我真的忘了，我死了。第一個 flat， 我們要順著去講的，第一個 flat 是 B flat， 你認住個樣啊，最先第一個出現是 B flat， 跟住 E flat， 跟住 A flat， 但都不是 A flat major， 因為要到第四個 flat 的出現，第四個 flat 是什麼 flat 啊？三、二、一，真唔記得咗。D flat B A D G。到第四個 flat 出現的時候咧，先是 A flat major 的 key signature。咁有 D flat 喎，所以如果在 A flat major、A flat 大調的第四個音，拉提哆瑞是 D flat。咁我點解要兜咁大個圈同你講呢樣嘢咧？呢個係 A flat， 我哋當呢個 A flat 啊，但係。如果它是一個 major 的話，即是如果 A flat major 的話，它是應該有 D flat， 但現在它沒有，它是高的 D flat，那這個還是不是 perfect fourth 啊？那這個是什麼？我講過很多次，這個叫增四度，增四度，好像你很增那個人那樣，很增四度，因為它不是 perfect， 好了，不是它，因為它不是 perfect， 是因為它比 perfect 再多半度。再你有興趣你可以在個鋼琴，其實鋼琴上面，或者你找一張紙的鋼琴上面，你數一下有多少個半音，但其實這個沒什麼用的。總言之，我就告訴你最簡單呢，就是如果它在大調裡面的第四個音的話，它就是一個 perfect fourth， 但是 A flat major 是不會有 D flat 的嘛， La ti do re mi fa so la， 因為我們說四個 flat 嘛，個 key signature 有 B A D flat 嘛，所以不會有可能，永遠都不會有可能有 D natural， 所以如果有 D natural 的時候，它就不是 perfect fourth，
佢就係 augmented force 增四度。點解我講呢一樣嘢？因為要撳得準呢一個增四度，你兩隻手指要搭住噶。所以我哋諗嘅時候，呢個感覺你要提自己。你見到佢係冇 flat 嘅話，你知道，唉，佢嚟啦，我好憎嘅呢個四度嚟啦，我三手指要撳高啲，但你先唔好。Re fa la， 系啦，所以我又话，如果你想问，你问我都好难，叶兆禧都系好难，咁我就话你唱啦 ，re fa re fa la re do ti， 啲人成日觉得我唱准呢样嘢要系 absolute pitch 好难啊咁样，但我想话，如果你连唱都唱唔准咧，你喺小提琴拉，你系一头雾水，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好 re fa。Re fa la re do ti， 你而家唱啱个名，但你唔系唱啱个 pitch。我哋要唱啱个 pitch， 唱啱个音高。你系 re fa la re fa la re， 好难喎、啊，唱啱个 pitch。请唔好讲个难字。Re fa la re fa la re。咪唱到咯，你咪第一個已經係 re 嚟㗎啦 ，re re re fa la re re fa la re。我諗你其實唱啦，你都感覺到點解四度，但係點解我唱嘅時候個感覺最尾個音要好似唱高咁多先至等於一個四度？因為呢個就係嗰個四度嘅特性咯。如果我叫你唱一個 la mi， 你唔覺得咁高？啦咪，你试下唱啊！啦，唔系你唱啱个音咋啦？你都唔系唱紧我嗰、那个啦。OK， 我容易啲啊！呢、這个会唔会容易啲？哆，你试下唱哆嗦啊！哆嗦，唱得准啦！我试下叫你唱哆花，唱个 F sharp 啊！哆花，哆花。哦、都唱到 ，OK， 都唱到。我自己覺得啊，呢個 augmented fourth 嘅距離咧，或者個 tension 咧，係大過 perfect fifth 噶。嗯，你咁都好神奇啊！個距離唔係應該越距離得多，個 tension 越勁嘅咩？但原來唔係嘅喎。如果係因為純粹因為淨係因為嗰個 interval 嘅話，咁啊 octave 個 tension 好勁啦，係咪？係咪一個音去 高一個八度同低一個八度個 tension 理論上應該好勁啊嘛，但係其實唔係喎，係好穩定嘅喎，係冇 tension 咁滯嘅喎。嚇！但係點解？所以就唔係同嗰個距離，唔係淨係同個距離咁簡單咯。呢個只係四度，但我哋唔知道發生咩事，點解會咁奇怪？點解會好似會令人唔知道想點嘅咧？但係其實佢係四度，雖然佢係增四度啊，搭住增，但係只要我。高多半度又好穩定喎，但係低一個半度又變咗咁樣，但係跟住如果低翻一個半度又變翻穩定，即係 C 呢個四度嘅話 ，perfect fourth 呢個三度啊都好舒服，因為佢嗰啲暗咗啲呢個小三度，但都冇乜嘢，比較起大二度。唔係呢個係啦，大二度，但如果再比起小二度，再我呢個係小二度，事實上好多你中意嘅曲咧，好多你中意嘅曲咧，最特別嗰啲音咧就係呢個 minor second。是邀你的心，邀心邀肺咁樣邀出嚟。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一套美國嘅音樂劇《West Side Story》夢斷城西，裏面咧有一個好經典嘅首歌就叫 Maria， 佢一開始Maria， 如果佢唔係用呢個 perfect 呢個 augmented fourth 嘅話。Maria 就好奇怪，就冇咗呢一個好慘啦，同埋冇一個好
好前面啊，啦啦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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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唔好因為呢、這個我哋以為係難聽，未必嘅，係視乎跟前文後理或者跟啲乜嘢嘢。仲有一個好出名嘅流行文化嘅卡通片咧，都係用呢、這個旋用呢個 interval 嘅。呢咩嚟噶？點聽出嚟噶？乜嘢？呢首你冇聽過啊？好熟，但係講唔出名。The Simpsons， 深信一族。但係我即係佢分開都係嘅。個主角係呢個 Augmented Form。咁當然啦，如果佢一開始唔係，其實佢一開始嗰個片頭一出嚟 ，The Sims 就係呢個音，佢冇後來哒啲哒得佢會中間插咗一個插咗個 E 落去，但係佢整體佢已經 set 咗俾你睇。聽完我要拉翻出嚟。所以我就話你有旋律中意嘅話咧，你就會研究咦佢發生咩事啊？點解我會覺得咁嘅？哦，原來或者我想喺小提琴或者係某個樂器。拉翻一樣呢個音，或者唱翻一樣嘅嘢。Absolute Pitch 淨係睇呢樣係冇意思。Absolute Pitch 如果能夠幫到你記一首歌，幫到你欣賞一首歌，咁就唔同啦。可唔可以後天練埋？你想就實得㗎。就係唱譜係嘛？係啊，你有唱譜係其中一樣嘢，但唔係我始終覺得你要有一樣一個原因令你咁做。那個原因可能是你很想記住一首歌，你覺得這個調和第二個調是不同的，或者你覺得人家明明這首歌是用 C major， 人家用不知第二個 major， 你覺得不是這樣的，都不是原汁原味，你想有這樣東西的話呢，你就自然會用這個方法，因為只有這個方法 absolute pitch 才可以給到你做這樣東西。我不是想要 absolute pitch 去練 absolute pitch， 我是因為想記住歌，記住旋律，我希望我到我80歲，如果我就算不懂講嘢都好，我都想起在、我6歲時候看那套龍珠那首歌裡面是怎樣唱的。